放过任何的毒蛛吗？就算这老王八蛋他是只耗子，他也得出来觅食吧，对吧？明白了，大掌柜的，那我这就带兄弟们再出去找找。去吧。哎。这老王八蛋能藏哪儿呢？政委，我们在城里绕了好几圈，也没有找到人，更没有看到通缉岗。我去包子铺都打听了，说是日本人今天在街上抓了个人。我怀疑这个人他就是我哥。政委，这可咋办呀？先别急，如果苏万全被小鬼子抓了，咱们就用手上两个日本人跟宫田谈条件交换。抓到这么重要的人，我猜想宫田不会轻易让通缉岗下手的。明天我们去城里先看看情况再说。好，同志们，现在的形势很严峻，我们腹背受敌，敌人很强大，很狡猾。越是这个时候，我们越应该遵守纪律，团结一致。我们任何失误都会造成很严重的后果，这次一定要吸取教训。是。啊，政委，这是你让我买家肉。大掌柜的，快醒醒！干什么玩意儿？你这，啊！你听，好像是刘大麻子的声。嗯。哪儿呢？从后边隔着墙传来的。去你妈的！你的意思是刘大麻子会穿墙了是吧？我真听见了，我刚才进来的时候听见的。大掌柜，我真没骗你，真是。从后边传来的声音，啊！走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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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快快走走走！声呢？在哪呢？明明听见有人咳嗽的。你他妈撒什么癔症呢你？哪他妈有事儿？把所有的兄弟，所有的兄弟都给我叫起来，赶紧出去找刘大麻子去。找不着，别他妈回来，滚蛋！
少佐有请。跟了你这么多年，啊，你居然在这儿续了个狗，你真行啊！啊，你他妈太能装了，刘大麻子，兄弟跟了你这么多年，没少替你出生入死去卖命，你对我哪怕有那么一点，就那么一点儿。咱都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。你是真瞎了我当时的那片心吧？呸！谁瞎了谁呀？咱兄弟一场，你也别说我不厚道，是吧？有什么后事，交代吧，兄弟替你去办。正是发花日，人。陈久病，第一我还来还孤苏信仰一不了一气之，不觉有。都是我的。
你要走多远？急ぎ。 现在两位主角都已经到了，我会给你们一个公平的机会。这将成为你们的角斗场，只有一个人可以活着离开。要么你杀了他，要么你杀了他，童三。 这是你唯一的一次机会可以让我信任，所以我希望你好好把握。祝你好运，我相信你一定会赢。 大力多么的他了，我警告你，你别干傻事儿。没错，我是真傻，我居然怀疑自己的兄弟。我告诉你，这活着，这活着就把他兄弟除去。孔天就在门口，他能让我活着出去吗？孔天刚，你个王八蛋，老子就算是死，也要在你底下见阎王，哪有看你有没有这个本事？ 我可以求公天饶你一命，你别死了！大人，你再挡在我面前，要死一起死。童启刚，这个任务你必须得完成。童启刚，你个叛徒，你个汉奸，你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！ 必须得完成。
你想好这件事了后果了吗？如果龚天发现你是假叛变，同济刚同志，谢谢你。不过，你要有思想准备。为了保证你的安全，这件事情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从现在开始，你会成为一个大汉奸，自己同志的误会和不理解，是你最大的痛苦。长安，哎，从现在开始。 小鬼子下落，结果路过小鬼子尖刀馆的时候，发现小鬼子驮着孙大刀的尸体出来了。孙大刀肯定是同济刚这个王八蛋，他害死杨医生，又害死我哥。这个仇我一定要报，我要把他碎尸万段。 少佐、通缉官来ました。奴を通せ。
怎么样？心情平复一些了吗？宫田先生，抱歉，之前的事儿是我冲动了。不必道歉，我非常理解你的心情。恭喜你，你已经成为了我最信任的人。谢谢。原来马斯找到了吗？不知道，那是他们Jazz的事儿，我一直没有过问。不，从现在开始就是你的事情。什么意思？你的队伍需要扩大，师爷不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，所以从现在开始，刘大麻子手底下的人就要归到你的队伍当中。至于刘大麻子和师爷，你自己看着处理就行了。宫田先生，恕我冒昧，我一直想问您一个问题。您招降我，给了我这么大的权力，不会只是想让我做一个红协军队长这么简单吧？您到底想要什么？通散果然聪明，只不过你的这个聪明让我又高兴又担心啊。您不必担心，我只是想更清楚地了解您的想法，以便为您效犬马之劳。你准备一下，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方。您的指挥，您的指挥。您的长官，您的长三哥，咱们老是这样瞎找，也不是吧？是，刘大麻子都跑好几天了，他能藏哪儿去呀？该找的都找。不行，我得跟师爷说说，兄弟们该干嘛干嘛去吧，别再瞎耽误工夫了。走吧。哎，于三。董会长，您什么时候来了？你们大掌柜呢？我们大掌柜今天没出门，他应该在啊。那我咋找了一圈没找着呢？行了，回来的正好，跟我去趟皇协军独立大队，有好事跟你们说。咋了？有啥事儿啊？没有没有，兄弟们跟童会长走。您请，走吧。跟我来，跟我来。
你怎么来了？是不是他出事了？我知道了，那我走了，你保重。 孙安全同志是为了保护童其刚同志而牺牲的。这怎么可能啊？这对呀，赵伟，童其刚可是叛徒，我哥怎么会保护他呢？对啊，童其刚同志是肩负着打入敌人内部的任务，假叛变的。 可是我亲耳听到童其刚打死了我娘。小小，这件事情是这样的，我有一个让我骄傲的儿子，跟你一样，童其刚，你跟这帮杀死中国老百姓的刽子手一样，你们都是畜生。 你们会死无葬身之地的，宝贝。冯天先生，让我把这个臭娘们带回去严刑拷打，我不信撬不开她的嘴。我再给你一个机会，告诉我，那些八路转移到哪里了？ 土匪的时候，结果红军那一批东西就在大梁子山附近的密道。自从加入了八路队伍，这事儿就一直压在我心上。那为什么现在和我说？我有一个账本，上边记着我当土匪的时候干的所有的事儿。刘大麻子犯我山寨，找着了。 把他交给了宫田，宫田拿账本要挟我，想让我归顺他。有这事儿，政委，这事我想了很久，我想顺水推舟，把这事儿给……不行，太危险了。政委，咱们机场的事儿，迟迟都推动不了，只有打入敌人内部，才可能找到机会。 而我现在是唯一有机会的人，这事儿我考虑得很清楚了，不入虎穴焉得虎子，批准吧，政委。我是土匪出身，大家不嫌弃我，把我引上革命的道路，让我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。 我已经很感激了。我记得您说过，为了革命的胜利，个人的牺牲是值得的。别犹豫了，政委。和我说说，你的具体计划是什么？首先，咱们得有一个联络人，这个人必须是咱们队伍里可靠的。
这个没问题，咱们回来的时候，组织上给了我个新的秘密联络人，必要的时候可以启用。他就是林城老王酱肉的老板。好，这第二，一旦我的第一步实现了以后，为了博取宫田的信任，恐怕我要送上一份见面礼，所以你得尽快组织同志们转移。 我会安排。还记得我们那天吵架吗？谁给你的？是刘大麻子吗？ 现在谁给的还重要吗？原来你早就知道这件事情要暴露了。是，这账本是我的，这事儿也是我干的。那批军火是我亲自押运的，原来那个土匪头子就是你。 是以前，老子才刚当土匪，现在老子是一名八路军战士。就算你是一名八路军战士，你干的是八路军战士的事儿吗？以前的事儿就既往不咎了吗？ 就是因为那批军火被劫，我们的损失有多严重？那是你们没本事，你们自己的东西，你们自己看不好，你们打输了仗，想让我背这个黑锅，你不背谁背？要有那批军火，战士们能死吗？ 事儿已经发生了，要杀要剐，悉听尊便。洪七刚也听好了，这件事儿我必须上报组织。从现在开始，你哪儿都不许去，听候组织的处分。 不就是想赶我走吗？此处不留爷，自有留爷处，也不伺候了，洪七刚。 其实那天所有的话，都是说给大家听的。同志们，洪七刚同志，现在时刻面临着生命的危险，我们要全力配合他，保证他的安全。放心吧，政委。算完全同志的时间，我会向组织上汇报。 同志们，洪七刚同志还带来了一个重要消息，他让我们今天晚上到刘大麻子山寨的密室取走那里的黄金珠宝，并且特意强调要把尸体留下来。尸体？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，咱马上行动，去刘大麻子山寨。是。
佟三，是不是很壮观？这个地方是我们发起总攻的大本营，现在基地的建设已经接近了尾声。那些愚蠢的八路，以为劫持我们一个工程师，就可以阻碍我们前进的步伐，太愚蠢了。要知道，这不是一个人可以完成的伟业。啊，老子真是他娘的开了眼了！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这些玩意儿。龙三，你已经顺利地通过了我的考验。我之所以带你来这里，就是想让你知道我在做什么。宫田先生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？这里的劳工大部分体力已经跟不上了，但是天皇陛下要求完工的时间很紧，修机场装载燃油需要大量的人员，我需要你帮我去招募这些人来完成这项工作。明白了。同志们，我们现在需要总部的支持，从刘大麻的山寨运回来那些东西放在山上不安全，我已经向组织上汇报了，林政委会派一支队伍来取。小祖神、小小，你们两个今天晚上接老严带的班，记住一定要把东西看好，不能出一点纰漏。是。政委，那组织上对童其刚之前的事情还会追究吗？木下同志，其实呢，组织上早就知道这件事了。当时为了配合童其刚，把他叛变的这件事情做实，我才故意说的那么严重。其实事情没有那么严重的后果，而且发生在他当八路之前。我们的军队争取一切爱国人士一起抗日，当然不会追究他以前所犯的错误了。嗯，童其刚的转变真的挺大的。是啊。为幻想鼓励，那声